我这计算机已经没入侵了，因为刚才已经录了好几个视频，结果不是这个麦克风出问题啊，就是计算机里录的视频啊，就等于找不着了。我再录一遍啊，实际上这个事儿很早以前就说完了，我再录一遍，就是我请这个法国的执政当局啊，你至少经历过革命，你现在怎么着也有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吧，你请你协同的国际刑警组织和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你把你保密局里头关于你基督山伯爵那个小说所产生的关于这个邓氏邓姓和北邓村村民这个到底这个符号系统是如何东西方对接的而产生的这种纠纷，请你配合并且命令要求相关的有关国家，因为你具有国际法庭和国际刑警组织，这个尤其是现在共产党的执政当局和台湾当局公开你相关的国家所有的针对煤油灯下和其他的行为的原始协议、法律文件、司法文件和真实的影像记录。那么特别是针对他如何进行活摘贩卖和基于生物技术隐性种族里谋杀张扬西月家族的这个东西方特别以中国为核心的隐性的原始协议、法律文件还有真实的影像记录，请你公开。那么这里头牵涉的相关的当事人的人证、物证，尤其现在还在世的人，他们所在的生存地点、国籍以及今天的真实身份，请法国执政当局基于罗马规约，协同罗马规约和的这个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警组织，依据联合国宪章，特别是根据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过，我说那个绝对人民是有道理的这个事儿，然后针对张扬和西月家族为什么在地球上成了黑户，他共产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如此恶毒，但他又说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个事儿，请你公开相关的原始协议、原始协议、法律文件和影像记录，以及今天在世的人质、人证及其所在的生存地点、国籍、真实身份、真实姓名以及真实的今天还存在的生存的影像记录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请这些人彻底公开身份站出来。我们面对这种犯罪啊，都是基于历史很公正的，我们说的非常清楚，2008年他共产党开始组织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聚众虐杀我们的时候，他很多中国人是心知肚明的，为什么他中国政府提出那时候，哎呀，来要搞预案，各地政府要搞预案，而你搞政府管理都知道他这个预案要准备多久，是水有多深，而这个当时跑到我家里来极其无理的要求我母亲不允许我看基督山伯爵小说，那个石油中学的吴世峰那个老师他已经潜逃到澳大利亚，牵涉到25个协议和活摘贩卖人体器官这事儿，我请澳大利亚政府你将相关人员立即逮捕送往国际法庭，这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你不能无视王法。所以我跟你这在这儿在屋内行凶的使用电子武器行凶的中国共产党流氓，我跟你说清楚，你他妈别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告诉那傻逼，你别以为你他妈算什么玩意儿，你丫连婊子都不如懂啊！你要是好人，你干这事儿，为什么你丫来行凶？你丫是不是过去害我们的人呢、啊？我对你丫仁至义尽，你他妈给点不讲义，臭傻逼！你要敢，你丫为什么不敢公身呗？你是怕你为什么冲上来吧？因为有人要找你丫算账，你就已经曝光了，而且你也攒足劲儿。一是有人找你算账，二你丫死到临头，三你他妈就是一傻逼，懂吗？你这样子跟傻逼一样，给脸不要脸，你傻逼，懂吗？而且我跟你家这种人什么都没说，没上法庭，我和你这种人不会有任何对话。你家自己什么处境，你自知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当然我告诉你，自杀，结果你妈逼臭傻逼，他妈一个共产党傻逼，你还以为自己什么玩意儿呢？跟他妈傻逼操的一样。有人找你家算账，你玩大吧。受不了场了，睡上了，杀人灭口，别足了，玩他妈的黑幕，黑吃黑，你妈玩套了一个臭傻逼，死了临头一傻逼，觉得他妈的人妖。天天在这个2008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上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涉及到这个司法黑幕有多深。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针对共产党人，尤其是年轻流氓，我跟你说清楚，因为我没扳杆佛，我瞪着打死你丫的，我杀你丫是不犯法的，你懂吗？杀你共产党流氓我不犯法的，我直接跟你说，你孙中山、共产党，还有这国民党乱七八糟一伙儿，就是他妈死刑犯，别你妈装逼，很多人都知道，对你们丫仁至义尽了，给脸不要脸东西。天天他妈通过他妈的社区组织搞他妈群体性的他妈游魂野鬼，一个蒙傻逼，我们是听不懂不明白，你活见鬼，你什么意思？我操你祖宗，国家政策。你共产党不公开把这些罪犯明正典型，还我尊严，我他妈不会放过你啊！砸中烫的，你甭管你啊在哪边混的，你他妈这种人不会有什么出路。所以我请法国政府、联合国际行政组织、国际法庭，还有国际刑事法庭，以及联合国以及相关的情况。把整个原始协议、法律和司法文件以及相关的黑幕的直接当事人，现在还活着的人证物证其真实姓名和身份乱七八糟的，你彻底公示，并且命令他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开。因为像这样一个无耻的国家民族是骇人听闻少见的，而且这些群体性犯罪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针对他们在我们屋内犯罪这种共产党的下三滥的流氓年轻野狗，人人得而诛之。祖先他妈死了，怎么会有你们丫听呢？所以共产党人，尤其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就是死刑犯。所以我们现在的请求你法国政府联合相关的，你请你公开这一切，把相关的尤其是针对张扬旭业家族活摘贩卖，以他这个毛东这个政权是不是从这时开始，但是他说人民大救星，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我不能说人就有问题，我不能说他就不是好人吧，对吧？请你把那个原始的协议，煤油灯下的协议，还有这个相关的而形成的司法黑幕，司法黑幕就包括这个正反两手以及相关的法律文件，正反两手请你把它拿出来公示，其相关当事人有多少人，他真实的身份姓名和所在地点
向你攻势，并且我要求国际组织进入中国的反而奈凶杀犯的现场，提取人质人证家族成员。你说这个国家把我们害成他妈的黑户，在地球上你有多恶毒啊？那你想想，我们周围中国人的人民群众，他可都是他妈跟披着人皮面具的妖一样嘛，懂吗？所以他经过十二年，他爱做什么做什么，因为早已经做了，他做什么都有那么意义。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走上汉阳国际法庭。而共产党的凶手在这行凶跟傻逼一样，我们跟这凶手说的非常清，你说听不懂，什么意思？不明白。我们要你站出来的活见鬼，我跟你对话面谈，我要的什么？公开给我杀了，其他的毫无意义，懂吗？你害我，你自己才是死刑犯。有人朝你算账，玩大吧，死到临头都不了了，比死的玩意儿。完后企图利用诈骗，让我帮助犯罪分子从事犯罪，达到说不清道不明，置我们于死地。完后黑吃黑，持有犯罪所得，我们岂能从事犯罪呢？所以我们就把所有这种犯罪人员，从叶剑英的儿子一死，一出一办灵堂办丧事，我这边就深表不满，极其愤怒，请你把相关所有人被处理完，你请你按相关的各种价值开设灵堂，死人招死人，赶紧走，跑，逃，我们绝不跟你干这事儿。你以为王朔指控他不是好人？那玩意儿不是好人，他王朔就好人呢，你跑什么呀？请你把相关的尸体放那儿，按毛泽东纪念堂的标准，你给我设好了，死人招死人。如果黑一个一两个黑洞招不了，那你就一群黑洞招着走。你这在这儿行凶的共产党，那这傻逼跟他妈傻逼一样。我什么也没跟你说，懂吗？没正法庭，我什么也没跟你说，跟傻逼一样。你在我国这犯罪，你不知道啊？我什么也没跟你说。你说什么听不懂，什么事不明白，收起你精神病变态的一套，我就让你公开身份，按照在全国人民群众、全世界人民群众面前，在该活的人面前，公开的把其本人和家族给我杀了，我就是要你死，你给我他妈的干嘛呢？听不懂，不明白，很简单，就是处死你啊！你做什么说什么都没用。有些事情不上法庭，这种流氓是没有回头路。所以我请法国政府率先开始把这个煤油灯下的原始协议而形成的正反的司法黑幕以及相关的这个法律文件和相关当事人在世的当事人家族成员及其所在任何地点的真实身份彻底公示出来，并且应该把相关与本案始终从中作梗的人员以合适的方式首先送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国际人员应该立即到反人类凶杀犯罪现场核心人质人证张扬旭家族所在地点，提取人质人证，包括我们的履历档案生物还有其他所有一个人应该有的各种信息资料，前往国际法庭。我们得首先在这个世界中存在，同时公正的面对历史就这样的这个情况下，面对犯罪和其他一切问题的情况下，才谈到人权和权益以及安全和自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一群人，所以我请你法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和历史责任，面对全人类、全世界，率先采取你应该做的事情，命令他中国共产党保密局公开。因为我对于保密局的一些领导干部或者什么，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而有些那个真正承担历史责任的又在这畏缩逃跑，这是不允许的。想利用我们，通过残害我们利用我们，
通过登峰造极的残害我们，利用我们，达到你犯罪的目的，利用所谓的互联网和其他的，让我们帮你黑吃黑，最后达到把黑做实。那我现在告诉你，因为我一开始我已经跟政府说明了，站着节奏生命，其他听不懂不明白，臭变态，杀人犯，第一位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我要求让所有人看着给我杀了，你家族成员都得公示，彻底零二八，我要着这个。结果凶手他都弄半天，他还没明白我意思，我要你死，你还不明白吗？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什么也没说，不正常听我不跟他说，我就是他妈要杀你啊，就这态度。我不管你是谁，我对你全部应该是死刑的中国共产党人死刑犯，我对你仁至义尽，你还要我怎样？下三滥。所以请法国政府命令他中国保卫局解开，同时连带解开你相关的人证物证还在世的活着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以及首当其冲责任人的情况下，并且国际组织社会介入的情况下，确保在这个星球上全人类公平合理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到达法庭客观存在。面对这个历史和犯罪，我启用你先下手为强。当时我跟凶手说过，你先下手为强，越下越遭殃。为什么？2012年12月25号这就说得很清楚，结束生命。其他的听不懂不明白，活见鬼，你什么意思？臭变态，杀人犯，必须在全世界面前公开的杀掉。我们和世界之间怎么会通过你啊这种杀人犯呢？你做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群体运动以及周围群众的运动，那时候西月还受迷惑，我不受迷惑，我们对他们真面目看得一清二楚。你做什么都没用，我要你公开明正典型的给我杀人，我要去国际法庭，还让我扳倒啊，这个那个啊，这个你要好好跟你母亲过，我操，我把中国共产党特别逗，你懂吗？我跟你凶手一开始说的很清楚，免谈，历史就这样，结束生命。你令我黑吃黑，玩其他的，见着跟毛泽东纪念堂、列宁墓一样，等着，尸体照尸体跟着走。请法国政府在尊重人类文明情况下，确保所有人的利益的情况下，造假玩黑的那没什么大不了的。请国际组织介入，揭开历史真相，我们前往国际法庭。我们跟这种共产党那个听着女人声音，男不男女不女的是个傻逼啊！他都，我们都说老话，我们就是纯粹为了维护健康，他都不明白什么意思，还企图利用我们从事各种犯罪。就我跟这凶手跟这傻逼，我这个跟大傻逼一样，我就让他站出来死，结果他跟我这耍流氓了，那我当然听不懂不明白了，明白了吧？我们周围看到的所有人群的运动是假的，没人信的。我们要的是公开的给我杀人，还我尊严上法庭。结果共产党人他以为还可以重蹈覆辙，还有其他的，我没有见过这样不要脸的人。整个这个世界的，我们在我们所试验法都是假的，都是串联好的，时间没时间。你记住了，2012年12月25号你生命结束，不然就把尸体放在圣灵堂，死人招死人，全国各地全这样。我们仁至义尽，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没用，你敢跟我指手画脚，我打死你呀！你想利用我犯罪，那把尸体放那，死人招死人，一个别跑，给我走。